家人吗？有喜欢初九仿妆的吗？盘点初九最近仿妆的角色，首先是夜萝莉冰公主。我是冰雪的化身，冰公主。夜萝莉，你追了多少季了？喜欢里面哪个角色？然后是夜萝莉梦公主。林夕何时吃的亏，要十倍奉还。其实我现在就可以让你有追梦记，但是这样太不过瘾了。我要让你十倍偿还被困在梦魇中的痛苦。梦公主好好看，你喜欢冰公主还是梦公主？然后是查理九世陶小艺。要一同经历过，不留遗憾就够了。再见了，保重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们的引导者了。站在我身后，就连宇宙都有衰弱的时候，更何况是人呢？查理九世以前买过书吗？追了多少部？最喜欢里面哪个角色？最后是古为难亭里面的佛宴。四个太岁结防控制瘟病，翠羽抑制鬼神，泽七制造万物技巧，珊瑚洗涤人心，集齐他们，紫禁现世，大同将至，此乃我之大业。为难情的漫画你看到多少话了？喜欢里面哪个角色？初九不愧是天花板级别的仿妆，每个角色都富有生动形象的色彩，还好宠粉。下期再见，溜了溜了。